我操啊！又是他们这队老分老高啊！小子王这把直接，继续挂在对面，挂君子偕老啊！最左边小叶，山哥接着拍的，失落你接着走飞机。华生，你有多少分度啊？不够，不够。华生，那不够的话，这把人你直接就上会员攒吧。血雨砸对面的女儿村啊，木木地，山哥拍对面的君子偕老，死亡挂君子偕老，拍凌波啊，拍凌波点凌波。这母亲几年之前不是花果山吗？怎么也转凌波城了呢？再说，我操！昨天咱们跟咱打什么极限翻盘险胜，今天呢，对面他妈打分很高，昨天比咱分高不少呢。哎呀，好难受啊！对面女人村开场一手三标，得失卓没飞出去，我没血雨出去，化生二速，地府三速。善恶善报，恶报暴毙，求恶报暴毙，完了，兄弟们，一看到这善报就完了啊！好，扒拉死一个，扒拉死一个就行啊，就是少贴点血而已。但是咱们头一手的善恶肯定全部带了，神木林这把谁快？我快，我快。好，加油是吧？哎呀，我操，这东西他妈的，双方都是一个小瞬间，一个小细节是吧？输赢可不就没了吗？你得说对面没有地府，咱无间轻易不敢开，咱开场宝宝肯定全不在。血雨投手砸女儿九千，如果加野兽就少一手须弥，那地府这就开场就倒了呗。化生这把人你直接给我舍满地府啊，地府这把人直接给我开无间地狱，失罗宝宝人直接自己开自己，神木林野兽失罗，我宝宝自己开我自己。开无间地狱吧，跟他拼命啊，咱不拼命没办法，昨天就是拼命拼来的啊。他选择出居迷地府跪求再出药三，否则化生将会舍掉。憋出法莲啊！憋出法莲，好。对面直接蛇满女儿村。兄弟，你这下不会暴毙吧？啊！我操，这时候很爆啊！对面再换须弥来失夺，堂哥别他妈绿宝宝什么都赢啊，须弥他妈占五千多，谁不神了，妈一手须弥也要八千，咱失夺有野肉，也就是说这把咱失夺也伤害非常炸啊，一二位宝宝直掉，三下飞宝宝肯定掉，飞化生三千六求暴毙呀，暴毙暴毙去哪儿了，失罗直接被毒死了，这把对面有强风化生的可能性，来我直接点卡兹，地府人直接出一手，地府人出一手须弥啊，善恶拍的对面的凌波，詹恶拍队长，山恶拍队长，神木林血雨砸他对面的女儿村，化生自舍，山恶拍队长血雨砸女儿村，我操！当前回合他妈的村里来十多啊！山恶求炸，炸！完了，没死掉。我这把只慈禧一个单地府啊，意义不是很大。哎。哎，别爆别爆别爆，他为了保这手女儿，我操，化生命都不要了，他咱这只山恶有的化生快吗？
他女儿村是雷西加什么西啊？你看看这玩意儿，他都不要命了。咱花生比他快，准备小花生啊！咱花生给我笑对面花生，地府你直接给我飞机失落，你给我连环击对面花生神木林慈航，山恶派对面的物理。地府你给我飞机，慈航了啊！你不够慈航，你拿人直接拉物理失落起来，山恶派的对面木西锦年，地府是飞机出去，花生笑对面玲珑小龙。我觉得他这把对面化成应该是自舍的可能性极大，他自舍咱走连环，没有人能贴他，咱也能直接带走他。咱飞机家有一只山鳄崩他，物理肯定得死吧。我操，善爆了啊，善爆了，还真没死。我少出一手须弥，师铎一定得连环呀，师铎。啊，连了他就得死，化生没撕出来啊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死去吧！玲珑小小龙啊，玲珑小小龙，龙总，我操，还有一手巨迷，我操，这都不死，兄弟，那你行，我服，这都不死啊，单连环卖不死的。极限伤害，化生瞪你最暴力的须弥，地府人飞机，神木林出，神木林多少怒啊？地府的宝宝拉我队长，山恶派物理，我94，94人出须弥，涛哥，你宝宝拉我队长了吗？拉了，拉了，拉了。好，我的传魔一致须弥就拉了。你人飞机，然后物理派物理，只要恶爆就行，兄弟。我的须弥咋飞不死呢？怎么这么？因为这把我队长要人道归宿控女儿村，我操，要善了，我他妈等等等等。还好我们须弥神了。这队分老高了，他对面肯定有一只宝拉女儿村。哎呀，我没他队长快，他双拉的，他选择换须弥。那这把他女儿村很有可能再换须弥，我操，这手飞机他妈不人全死了，你大神再过神，完了，女儿村必换须弥，他女儿村必换须弥，咱化生只能判再神。这你妈化生被这么多回合死亡，来这一把呀，你听我说，暴愤怒，哎，等会儿你们两个人一起慈航地府飞机失落飞机，化生也慈，神木也慈，须弥保神木林的须弥保护自己，听到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女儿村换须弥，换死化生，神木林就够慈航的愤怒，凌波城出手带不走，地府你飞机就行，他怎么是他都没。他换死化生神木死，换不死那就他妈化生死，他不是说狗运气，这把咱是双死啊，他队长位并没有拽归宿啊，我操，咱他妈27回合死亡啊，27回合死亡，如果再让对面拽出一只龟宿，咱就困不住了。失落飞机肯定要全带走。现在这回合没带走，肯定给他留了一只宝宝。女儿村神了，但是女儿村没有喝酒，咱们面上还有一只须弥，可能是三二位须弥没带走。我操，女儿村又神了。他这把不够死啊，涛哥你小组王直接挂的啊，师铎出须弥，我也出须弥，神木林的化生的须弥拉神木林，神木林换须弥，神木林的须弥你给我秒出去，我拽须弥吗？拽，小死亡挂木墓地，好好，化生的须弥拉女神木，女神木出须弥，女神木的须弥秒出去，他这把不够死，他只能拽归宿，你放心吧，只要你这把小死亡挂上也没事，
这么来的话就是飞机自杀式啊。对面说狗运气啊，这年头没有什么运气，他妈都是163加神用武器，那不神能行吗？对不对？那不神能行吗？那神了你能